我们今天讲这一节非常的有趣哈，而且非常容易赚到钱哈。怎么做呢？就是终身客户的这个新功能。所谓的终身客户的功能，就是说只要你推荐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呢购买了商品，成交了，那他就变成你的终身客户，绑定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日后他的每一笔在这个网站的消费，你都可以赚到佣金。像以前的联盟行销，它的最大缺点就是它有一个 cookie 的时间。譬如说，Amazon 的行销时间是24小时，等于说，如果某个访客看到你的网站的链接，点了之后，可是呢，他是隔了24小时，就是明天才去买那个商品。哦，虽然是透过你的点击，你引荐的，但是过了一天了，你还是拿不到奖金。哦，只有在当天你才能够赚到奖金。那这个终身客户的意思哦，是不管什么时候哦就没有日期限制，就是终身了。他如果譬如说这个刘测试这个人啊，他买了之后呢，他就绑定了在我的这个账号里面哦，他就变成我的永久客户、终身客户。以后他这个网站在这个网站里面买的东西，全部都会拨发佣金给你哦，不管这个佣金是10%或20%哦，不管佣金多少，你都拿得到哦。这个就是终身客户的概念。那最大好处就是，你就要赶快去绑定哦，你赶快去推广，因为你越早推广，被你绑定的人就越多。譬如说，我们今天在某一个讨论区里面，某一个群组里面有1000个人或10000个人，那你在那一个群组里面，如果比别人先推广了，客户就被你绑定了。其他人如果又要在那个同一个群里面推广，那些已经被绑定的人就不可能被其他人抢走哦，这个概念懂吧？所以你要越早推广越好，这个就是终身客户的概念。好，那我再示范一下，快转一下哦。好，现在已经有人去购买了，然后我重新整理一下给你看。好，这样就跑出来了，他就绑定了。所以以后这两个客户，他只要在这个网站里面购买任何东西，你都会拿到佣金哦，客户不会被别人抢走。